6月17日，邓超为证明自己的家庭地位，在微博晒出了孙俪与等等小花的合照。照片中，孙俪一身休闲装扮蹲在儿女的身后，而等等和小花妹妹在前方俯身低头，似乎是在做向前翻滚的运动。但邓超晒出的照片角度却看起来很像是等等和小花妹妹在向前跪拜。邓超还抢了自己的评论热门，傲娇地表示：“我平时是不是太低调了？”对此，网友们调侃邓超：“你是在黑幕后面吧？”近日，邓超和孙俪还带着等等和小花妹妹现身了上海某商场，一家四口在游玩迪士尼之后再次一起出动，满屏的幸福令人艳羡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这一家子真是太幸福了。”